今天呢，我们要揣一下开箱这个，但是这个是我在淘宝买的黑椒牛肉饭。这一个黑椒牛肉饭呢，好像有点特别，我不懂它像会不会是像上次这样子海底捞这样子吃的那一种，就是放水然后放什么，但是这边它是写了，这边它是写，所以是你拆开，然后过后你把白米饭放在下面加热，然后过后发热，放发热包。这一个买了差不多一个是一个40多块啊马币，这个应该是是发热包还是这是肉还是肯应该是肉吧，但是没有标明，没有注明。OK， 看到它的饭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，这个饭到底它是一粒一粒的饭呢，还是熟了的饭呢，还是什么饭？白米饭。问题是这个饭这样久了，这个我看啊，它做好像是去年做的，到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啊，很硬啊，好像拖鞋样子。啊，这个肯定是发热包的，专用发热包。Okay， 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发热使用纯净水。说明书是讲弄牙脆哦，还要弄牙爽。有脆吗？没有脆的感觉。敲头，割破米饭就好，用勺子割破米饭。一、二、三，我冷点酒。啊！断掉，勺子断掉，但是这个还没有破，这样硬了呢，太暴力了。哎呀，去年煮的饭，翻一下。哎，对了，呸，不能吃。这一个便当不错啦，它还有给你这个用了发热水，刀片跟水。我操啊！但是好像不够多，那个水到底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呢？或者我们自己给高一点，我们加多一点水，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不是很够水，好像都没有盖完整个包。自己提高，自己加多自己的水。开起来。OK，it's coming。来哦，真的是在怎么吃？开起来。然后过后，哇，很快，真的是很快。把米饭放在发热包上，盖住。OK。等，现在是两点二十分，看一下，看还有呼的那个声音。好，经过二十分钟的等待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好像没有噗的那种烟出来。Oh shit， 开不到，太烧了。哇，是有饭的味道。把这个牛肉包，感觉好像没有几高肉样子。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哎，哈，就是这样子的东西。它有萝卜，有马铃薯哦，有牛肉哦，那样子，然后还是想说再蒸多一个 like 5 minutes， 所以就干。好，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这个东西给我弄断了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楼下拿的，好像没有出烟了。但是它的饭就已经是不错一下了，还有那种蓝白白那种感觉，哇，神奇哦，这个饭。如果我没有跟你讲，这个是去年煮好了，感觉好像真的是刚刚煮好一样。主要的是要 try 它的这种牛肉嘛，试一下，一口饭一口牛肉，真是不错，味道真的是不错，好吃过那些海底捞很多，这个真的是 OK。 这个十分我就给它一个七分这样子了，让我们叫同事们来试吃一下。可是我觉得看这个黑胡椒牛肉这个 sauce 的颜色，已经对我来讲已经是不想吃它了。它牛肉的味道比较重一点。这饭多少钱呢？30多块。我不会买哦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。我买了两盒啦，还有一盒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说这个 video 我们拿到100个 like 的话呢，然后我们随便抽一个人啊，随便抽一个人，然后我们送他这一盒给他 try 一下。OK， 买了可以吃牛肉了。OK，
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边，然后喜欢呢记得要 like，OK，记得要 like， 不要不用谢，你 like 就可以了，你给我看到有 view 就可以了，给我看现在我是真的是有希望啊，有前途能够做 YouTuber 的 ，OK。好，今天的 video 到这边 ，OK。